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要画一个，还要画一朵花。是像日葵什么什么的。先呢，是要画圆。画的大一点，没办法标比例，只好画成这样。哇啦！这边我还想再画一点玫瑰在这里。然后，这里我还要再画一点我比较喜欢的一些随便创造的一些画的，啊，这个我忘记了，是菊花，还没画呢。这个菊花呢，也写的好一点，我应该画多一点菊花，像樱花一样，这样子。有黄色的菊花，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菊花，所以我就画很多菊花。你们没看过，像有菊花像这，在长在这里吧？然后呢，等我们画好了以后，还要再画一个菊花。我们可以画一些其他的菊花。然后呢？这样子，还围起来。要拿一个，然后上面结了很多小花花。然后这边。今天的主题就是花花花花花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这里，画好了以后，在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画一点你想要的东西。创造的东西，什么果实呀、蔬菜呀都行。我在这边还是要画画，
再画一点苹果呀、蔬菜呀什么的，这里。我就想，想在这边随便画一点花朵呀，就是。这个就是我创作一朵花，然在这边随便画一画，画一朵向日葵在这里。这朵花，我先画这朵漂亮的花朵。我先给它上这个红色，因为这是彩色的花朵。这中间是花心，然后靠近橙色的呢，就是这种颜色。上色水浆，蓝的水浆，再给这个上橙色，它的颜色画中错了，所以就要给这个补一下。稍微彩，它弄得好看一点。
所以可以再大一点吧。这太深了，我应该是拖布，这样子很美。今天做的吃的，可以。这个晚上不是有水的？这个小。上色完成了。